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六妹直播间，一首讲真的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转发评论666。今夜特别漫长，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，选择某种倔强，不舍删去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敲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是最难割舍的，各自好好过也好过一时拖，自作多情了，好怕我认了，只手能换来释怀